大家好，我是沈少帅。这盘棋给大家讲解的是虎门啊，这个第八届公开赛，现在是到了淘汰赛啊，第一轮十六进八。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张泽海的一盘棋啊，对战杨楠。张泽海是名老将啊，杨楠的话也是赢了蔡佑广，双方都非常厉害，能杀到十六强啊，那确实是不得了。 这黑方开局走了这么个棋啊，足底炮，吃。他是打出来之后再上马，这很明显就是个骗招。红方采取的招法是冲中兵上马，那黑方进炮再打，红方形成连环马。黑方这边是补象，这儿抓他一下。这个棋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你炮打兵，然后呢进车啊，再欺负那个马。他直接退回去了。 退回去，那这里还是一个道理啊。他怎么解围呢？对局啊，那肯定不对。这个棋他会怎么下呢？长车，啊，意思是你吃我一个，我打你一个啊。好棋，吃将军。方到这里形成一个简单的交换。<军>那这个棋刚才如果挺骑兵呢，黑方就会车八平七打象出车。啊。当然红方在飞象，可能啊他可以挺兵纠缠一下。 现在直接换了，黑方肯定满意啊。红方长车啊，他这边就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个吃掉中兵，他是要放中炮对杀。这个车的话，应该平的二路线比较好。平到这儿以后，那其实啊，他过来有一步打象啊，这个抽车的先手。将军！当然，这个棋的话，他也可以放中炮。刚才啊，那样是个换棋。 他想赢啊，就走的比较激烈。吃，到这儿的话选择飞象啊。刚才这个棋如果红方九十二线这个局啊，平到外垒的话，他就可以吃象啊。底线杀棋是先手，现在因为你平的是肋局，你现在没办法，只能飞象啊。将军，这儿关键没有杀招呀。将军之后补一个，甩开的意思就是随时想闪击对方。 那么进居啊，就不让你这个炮往中间闪击，将来他可能还要防中炮啊。看这个棋现在可以吃炮啊，可以呢底线这个随时啊偷袭，就是炮打中象嘛啊，对方挡住不让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棋他走的是出来啊，出来就是这个车到底线要穿将呀，非常犀利。到这儿其实呢，比方说走个车四平三啊，得一个子也能走。 但这个棋它象掉，你吃车，结局可能不太好赢，啊，双方差不多。飞个象的话，这个时候到黑方走棋，黑方可以走一个十五进六，把车挡住就行了。但是呢，他走的是吃象，结果人家一将，那、啊、给他吃掉了。吃吃，双方转换掉之后，关键你的车不活啊，红方呢占领着制高点，到这儿牵住象，你没法动呀。 你动一破象就危险了，你不动，他底线又穿江利用你，这边还吃着卒啊，到这儿知识呢，应该说是吃亡羊补牢，时过境迁了啊。红方只管抢卒，黑方将进来之后穿将，然后呢保这个兵，他过这个破把这个吃杀掉啊，然后他边线又抢卒吃，那一吃之后他就退回啊，绕了一圈要吃这个象，正常你一看，那他。 把马摁住啊，他不急于吃你的卒，这招棋就是控盘啊，退回之后再过兵。在红方看来呀、啊，吃将军，他这个棋只要兵过去赢定了。那其实黑方也确实不好抵挡啊，他平局看也是顽强。这个时候他进来，防止你这里一冲啊，他有一个退回的好棋。到这儿对方退回啊，那么红方下兵，黑方下卒。 他的意思是你要吃掉中间将把居一队啊，就解围了。这儿的话，红方他比方说可以走一个居五平六吃嘛，啊，你怎么走？你要是拱炮杀你将，那将来居兵啊，他可能担心不够赢啊，但是这个棋很复杂，不好说啊。那么这儿他就走了一个将军，七个兵，这是好棋，把居引离。哎，对方如果吃的话，有一个士五进四把卒吃掉。 现在车五金吃马出车啊，就受不了了。再下去的话，这个棋红方呀，他只需要车五金就赢了啊。他走有点复杂了，吃吃掉人家一将,将军啊，他又落一将军。落士之后呢，红方这时候应该是车五平七啊，应该还是红的好。那么实战的话，棋谱有点错乱。将军、啊、到这儿，你一将人家把你不吃掉了吗？啊，因为你对中间是对车，你是支不起来嘛，可以吃啊。应该是摆棋的人可能摆错了吧。 到这儿的话，这个棋呢，它就显示结束了，啊，其实看他们说到居五进一就赢了，或者走到这个局面居五平七啊，也是红方占优啊，后面不知道怎么下的棋谱就莫名结束了，那最终呢是张泽海啊一路占优战胜了杨楠。